一字形的排列，两座大楼可以望到园林景致。大气高端的入屋大堂，低层住宅高出地面 43.55 米，放眼望去几个气势。Hello， 又是我 Daisy， 今天介绍一间靓海景的单位给大家。这个厅就是瀑波这个一个厅，可以望到全维港的海景。这个厅是上南方向，露台望内景。一日到嚟咧，系一个好阔嘅玄关位啦。咁呢度咧系四尺乘七尺嘅空间啦。咁都有好多用途嘅，譬如咧可以做一个工人房啦，或者系一个储物室。呢个厨房咧都几实用嘅。咁呢边咧就可以煮下饭啦，另一边咧就可以摆啲餸。咁呢度咧仲有一个工作平台啦，咁可以唞下气啦，睇下海景啦。两间客房都系望内景。两房共用一间洗手间，呢间主人房咧系一间套房，咁呢个空间咧都比较嘅市正同埋实用啦。咁呢度可以摆张床啦，呢边咧可以摆一个衣柜。咁呢间房又系南北对流，光线咧十分嘅光猛。咁平时咧你放工咧都可以坐喺呢度咧休息下，睇下风景啦，思考下人生啦。如果你对呢间屋有兴趣嘅话，快啲揾 Daisy 啦。